今天来的人多哟，今天要把这一块地呢给摘一遍。我和小吉就在这一边浇水，还有翻架子和并架子。今天天特别热，你看我这脸还没有在大棚里干活，就在这木架子里干活，这热的都跟下雨似的，都省着洗脸。中午了，我们俩活还没有干完嘞，不过他们都已经开始吃饭了，都在那边吃饭了。大中午的也不能干活了，太热了。这一会儿我刚才热的都想晕倒了。今天哦，天可热，没有一点风。这大棚里更热，小妮子在这大棚里干活，我在下边。在那里面就跟蒸桑拿一样。啊，看他们在那边吃饭了。小吉又去干活了。我先整架子了啊。行行行。然后他们在这儿吃饭，现在都是大客车拉来的。下边也有继续在干活的。现在正在是就是需要人多的时候，现在人就是都是大客车拉过来的，那一个客车的话能坐五六十个人。地里现在到处都是人，这边是，然后给大家看这块，这呢就是大棚，然后大棚地里边也是，这一个桶对着一个人哦。有的在干活，有的在吃饭。大客这根儿也是，然后屋里也有。现在我们也该去吃饭了。这边也是，然后我一抱着二宝。先中午的饭，蘸酱菜和还有个猪头肉，花生米。咱家地里现在哪哪都是人呀。人多呀，现在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。现在一大车一大车往过拉人，就这都不够用。我有的时候都不敢那什么，不敢，都怕摘不过来。以前我和小草第一年来的时候，在这里养大鹅，啊，几个月都见不着一个人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我们两个在这搞木耳，里面人气是真高呀，到处都是人，可热闹了哈。是。吃完饭休息一会儿。都开始陆陆续续进地里干活了，他们也可辛苦了，从早上干到下午，可累了。别人都吃完了，我跟小吉我们俩在吃，每天都是我们俩最后吃，对付一口，先吃面条。面条可以啊，凉快。是。这是啥？猪头肉。一大盆。另一块摘完了，又来这一块来摘了。你咋还提上桶了呢？啊？你咋还提上桶了呢？提上空桶走的，我就得在这儿拎。别拿这玩意儿，工人净操心。咋了又？净给他们操心呗。那啥，棚子是不是都满了？啊。实在是干不动了，我还有仨架子才能够翻完。他们都已经下班了，又剩我和小吉我们俩了。我得今天把这些所有架都翻完，还有仨就全部翻完了。小吉呢在那边浇水，今天呢要他负责两块了，他还得来回跑，浇完这一块然后浇另一块。我呢主要是翻架子并架子，今天必须得干完，不干完不行，耽误明天的事儿。